欢迎来到魔法研究所，我是佳佳。开始之前，想要提醒大家，记得订阅我的视频和设置通知，这样如果我有新的影片和最新魔术消息，大家会马上收到通知，谢谢。今天跟大家研究的是 Ghost Ink，中文名字叫灵异墨水。是台湾 band 的作品。魔术效果方面，一个图案很神奇地出现在纸牌上。这一个魔术包含一张道具纸牌、一张正常纸牌、一组特制 ESP 图案纸牌、一个教学影片。影片长19分钟04秒。有一些东西大家要注意。这一个魔术不需要制作任何道具，从盒子里拿出来就可以用，但是强烈建议先看教学影片才使用道具，这样就可以避免不小心弄坏道具。道具素质很好，可以说是比市场上同类型效果的道具更好。提供的道具是红色 Bicycle Rider Bag 图案。不可以把道具拿走，设置在其他纸牌上，也不能更改显示出来的图案。影片详细教导如何操作道具跟两个表演流程。魔术师可以完全控制图案出现的时间，同时也可以控制出现的速度。道具操作非常简单，正常使用下不容易损坏。表演后可以马上重新设置。练习时间短，对着镜子练习表演角度就可以了。说真的，道具真的好好玩。我自己对着镜子练习都已经很满足。表演后，纸牌不能马上交给观众检查。但是影片有教导如何处理这一种情况。这一个魔术适合现场和在镜头上表演，两种表演环境效果都一样强烈。如果现场表演的话，有一点点距离会比较好。我个人很喜欢影子画图的效果，因为流程很流畅，看起来也很神奇。这一个像电脑动画的魔术，视觉效果非常强烈，可以用灵异或者是超能力方法表演，适合不同风格的魔术师。在这里，我想要感谢台湾 band Murphy's Magic 的帮助，让我可以为大家带来这一个魔术。如果大家对这一个魔术有兴趣的话，请到各大 Murphy's Magic 的特许经营魔术店购买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下次再见。